1948年10月，在长江以北的中原战场上，国共军事力量形成近距离对垒，兵力庞大的两军对峙于狭窄空间内，双方战事一触即发。国民党为了赢得战局的胜利，秘密制定了玉碎计划。我方潜伏在永城剿总代号为尹霍兴的同志费尽周折，终于获取了玉碎计划的全部内容。他在第一时间将这份情报交给了我方地下交通员迟亮同志。放心吧，他在我在。玉碎计划到手，原以为大功告成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就在同一个夜晚，潜伏在永城的我方地下组织成员于金水被捕。说，他叫迟亮，整个永城的地下组织，尹霍兴只跟他单线联系。迟亮的公开身份是华豪悦园电影院的经理。长官，我们执行你可能下班回家了。回家？喂，我是尹霍兴。有何贵干？剿总刚刚发现丢了一份重要的情报，说是不是尹霍兴干的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还在这儿装傻充愣？给我搜！这个吃水果的胖子叫苗忠福，是剿总驻永城特别事务处处长。坐在他对面的这个男人叫冷寒冰。这个冷寒冰是南京国防部委派到永城的行动专员，玉碎计划的总负责人。此刻他们正在为丢失了玉碎情报而忧心忡忡。不用，继续吃。哎，冷老弟，不瞒你说，我一遇到压力啊，就想吃点东西。苗处长，我作为玉碎计划的主要负责人，正在查呀。你们不用再折腾了，你们找不到对你们有用的东西。喂，找谁？哦，长官。迟亮，算你运气好，我的上司要见你。
这辆总置，我是电刀队的，我叫耿德胜，哦，久仰久仰久仰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耿德胜，我可听了不少你的传说呀。申京百战，毫发无伤，有如天兵下凡啊！哎，天兵下凡可不敢当，这都是他们胡吹的。我也是肉眼凡胎啊，虽说有点功夫，但也不能刀枪不入啊。哎，你们尖刀队怎么跑到这儿来？说来也巧了，我们有一批药品要从永城运往江北。尖刀队就接了这个任务，还没出发就接了营火星的急电，说你这儿有危险，让我们马上来解救。我们就及时赶到了。真是多亏你们，在晚一步，我真被他们大险伺候。我听萤火星说你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要交到总部，是，一定把它收好，然后我们一块儿回到江北。 我也要回江北。你在这儿身份已经暴露了，再待下去太危险了。嗯，也好。啊，我得回趟家，把情报带上。幸亏没带到身上，否则的话，刚才被剿总那帮人就搜走了。 我最喜欢花了，真是可惜了。一束海棠压梨花呀！哎呀，现在就别花梨花的了，东西到底放哪儿了？赶紧拿出来回江北啊！东西到底在哪儿？就在这里。 越是明显的地方，越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你不是耿德胜，你们也不是尖刀队。尖刀队大名鼎鼎，我都仰慕已久。如果我不扮装成他们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取得你的信任吗？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能拿到我所需要的东西。原来尖刀队从天而降，半路营救，是你们串通一气给我设的一个局。邓坚是故意放我走，以此骗取我对你们的信任。战争时期，尔虞我诈，这很平常。把东西拿过来。 这个情报对我们战略布局来讲十分重要，但是，一旦要落到你们共军手里，怎么是空的？为什么是空的？别让他们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尔虞我诈，不过是平常之事。干什么的？
温其明，未见其人。 还有一件事，我想不明白，你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认出我是假的？把枪放下，不然我打死他。能不能放下？听他的，放下。你放下。 哟，兄弟啊，你看到了吗？啊，我们这么多孩子，你现在就一个人。啊，如果你不想明年的今天成为你的忌日，你就赶紧把它给放了。少废话！你告诉我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你怎么就知道我是假的？你别问他这个，我给你解释，兄弟。 我耿德胜这张老脸啊，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个谜。他的确没见过我，但他怀疑你的原因是什么，知道吗？不是因为你，就是因为我这双手，都怪我这双手。手怎么了？你没看出来？我是左撇子，我是左手拿枪。你看你是右手，这就是原因。 我说我是左撇子，你就信；我说我右手废了，你说你也信。这是个傻兄弟呀，嗯。梁同志，我是耿德胜，你们来的太及时了，谢谢。我们接到了萤火星的急电，知道你很危险，看到了你家里那盆海棠花，就知道了你的暗号。你说海棠压力花？ 这是我和江北方面事先约好的，所以我们在你家里那个黄花梨的树岸的暗堆里找到了情报。这帮敌人太狡猾了，要不是他们对那盆海棠还有咱们的暗号没有反应，我兴许真上当了。是，孙亮同志，你已经被暴露了，跟我一起撤。好，赶快收拾一下，同志们。 全死了，池亮人呢？不见踪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执行钓鱼计划，让第二小组单独行动？你不用给我解释，我不听。马上回来，听从下一步调遣，要快！ 老弟，玉碎行动计划万一落到共军手里，那你这个上峰指派的专员可要唱空城计了。我唱空城计不打紧的。
怕的是上峰要挥泪斩马谡。表兄，玉碎计划是在你管辖的范围当中实现的。上峰如果知道这件事情，会怎么处置你呢？是让你到前线去当炮灰呢，还是派你上山去打土匪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你不可能再在永城这块风水宝地上呼风唤雨了。老弟。 镇定，镇定！你我现在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，啊，知道就好。我现在啊，只能做最坏的打算，就是说共军已经把玉碎计划成功的转移到了江北，但是这也不要紧，我们还有时间。 因为这个计划是加密的，他们需要了解真相的话，就必须有一个漫长的时间来解密。好，这正好给我们争取了翻牌的时间。必须要翻牌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有一个更好的计划。您说出来我听听。我要顺水推舟，把这件糟糕透顶的事情。 据萤火星同志提供的信息，这个玉碎计划敌人在半年之前就开始秘密启动了。他呀，一直想拿到这个玩意儿，可就是没有获得具体的内容。就在三天前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拿到了。可惜，这份情报是加密的。没关系，我会马上安排最优秀的密码专家，马上破解。 德尚同志啊，你们这次的任务完成的很好啊！少将国将，哎，德尚，我听说你和方华的事儿了，他同意了？不是，你的情报这么灵通啊？啊，他昨天才答应我的，啊，你的二宝神怎么快就向你汇报了？哼哼，你别忘了啊。 战地医院的祈愿长也很操心你们俩的事儿啊。你说这个风华同志，看上去很腼腆，可是他呢，外柔内刚，倒是挺有主意的。这一年你天天做他的工作，可他就是转不过弯来，口口声声说什么一女不嫁二男。哎，你说说看，他脑子里怎么那么多的封建玩意儿啊？不是，少长，这个人。 心里一直都惦记着老秦，这是合情合理的，毕竟是结发夫妻。嗯，是啊。嗯，战争年代残酷啊。作为秦飞宁同志的亲密战友，你现在要娶她的妻子，你这样做也需要很大的胸怀啊。我代表秦飞宁同志，向你表示致敬。不是，少将，杨哥，我给。
行了，别搞了，赶快去啊！看看这黄花吧，人家惦记你呢。啊，养了。哎，对了，来，过来，把这个给黄花带去。也不是，是我给你带，特意给你带。拿着，好师傅一块都没舍得，拿着，我给你，你吃一块，你吃一块，我给你，吃的也不是，不是你，我给你。 洗脚，洗脚。还有，你每顿饭……行，我都知道，我都改，我都改啊！我都听你的，以后你就是家里的一把手，你说什么我听什么，我说。队长，队长，哎呀妈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对不起啊，队长，我可没想耽误你的终身大事儿。不过，纵队首长传来消息说有急事找你，咱们又有了新的任务。有新任务了？啊！走！走啊！走！那个，有新任务，请原谅。任务要紧，快去吧。哎，嘎嘎，给你买的。小鹿，给孩子的。这个池亮同志托你们带回来的玉碎情报啊，已经弄出来了，的确是加密的，而且密码的难度还很高。老段他们恐怕一时还破译不出来。不是，首长，嗯，那没有难度那是密码吗？那是电话号码。我说，老段同志啊，你们吃的就是破译密码这碗饭，没难度得上，有难度更得上。容易吗？弄一份情报容易吗？我们建造队的兄弟那是枪林弹雨，冒着生命危险才弄到一份情报，知道吗？你们做专家的破译不出来，那就是一件废纸，要你们干什么呢？啊！回家种地去。王大生，你注意说话的态度。报告，先别激动，听听老段他们的难处。我们的难处主要是时间太紧了。不是你什么时间太紧了，时间太紧，那等到解放吧。那时间不紧，那长了去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老段同志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对，我也参加过地下情报工作，我知道破译一套密码的确需要时间，但更需要的是方法。那敌人无非是采取一套自成系统的保密系统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在其中找到规律，找出规律，找到规律。我说德尚啊，你说的倒是头头是道，可破译一套密码犹如大海捞针呢，需要的是时间，更何况这次敌人采用的是一种叫德国的英格玛编码机。德国的英格玛编码机？对。我听说几年前英国的情报系统就可以在50个小时之内破译当月的英格玛密码了。那是因为他们手里有密钥，而我们手里什么都没有。据我所知，这个英格玛编码机结构复杂，发信人只要调整3个转子的方向，就可以使这台机器能够有17000多种不同组合的可能。那就是说，破译者1分钟是一种可能，那么就需要昼夜不停工作2周。对，时间不等人呐。玉碎情报关系到江北的战局，就算2个星期内破译出来，恐怕到那个时候，这个情报也成了一堆废纸。你们去黑镇找一个人，这个人叫亚瑟·海默斯，他曾经是英格玛编码机发明人的学生，也是德国著名的数学天才。但由于他是犹太人的身份，1935年他避难去了上海，后来搬到了黑镇。找他干什么？有情报显示，这次敌人使用的密码机就是他提供的。如果我们能找到他，就能拿到这次编写密码所使用的密钥。如果他不肯合作呢？据我们分析啊，这个人啊，还是要求进步的。他曾经参加过德国共产党，在上海这10多年呢，他生活是很穷困的。这次给敌人提供这个英格玛编码机，主要是为了钱。只要我们能把他请过来，好好做做工作，我想他是会跟我们合作的。好，我需要这个亚瑟的一切个人资料。好，记住，3天，就给你们3天时间，3天内，你必须把这个人安全的带回。这是我们搞到的唯一一张亚瑟的照片，这个人挺随我的脾气。
不爱照相。队长，这洋鬼子看上去年纪不小了。应该有40多岁。好几年都没见了，你妹妹现在长高了吧？小丫头片子呢？还小丫头片子呢？人家都20了啊，女大十八变。这要不是她每年给我寄照片过来，现在站在我跟前，我都不认识了。小妹啊，亚瑟最近怎么样？接到总部的密电，我们这边迅速派人到亚瑟家的府。这里现在还是敌人的地盘，最好速战速决。快点开，我们今天要早点把那个亚瑟接走。组长，这个犹太人在黑镇住了很多年，角总怎么突然对他产生了兴趣？他这个密码方面的奇才对我们有大用。你好，这些天疫病流行，我们是盛清医院的，来给美猴人家消消毒，您进去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进来。啊，这帮人啊，让他们在这儿好好盯着，全都没影了，真是靠不住。你在车上等着，你们俩跟我见亚瑟。你们放心，我肯定配合你们，
虽然我这边有点乱，但是肯定没有老鼠、跳蚤，更没有细菌，所以你们随便喷，喷喷喷喷喷。嗯，海默斯先生。海默斯先生，亚瑟·海默斯先生，我们是脚总的。没事，这是有城来的脚总，他们挺好的，挺友好的。海默斯先生。什么意思？你不能去永城，我们奉江北总督的命令，要带你回去。我去不了江北。你现在就要跟我们走，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头。不，你打我的头，我也去不了。认真检查，不能放走每一个可疑分子。我们要找的这个人非同小可，不能让他和接他的共军离开黑镇。江北尖刀队，这是我们队长耿德胜，我是副队长许明，谢谢你深明大义啊，愿意配合我们工作。你可不要谢谢我，你不要谢谢我。这先生从头到尾没听我的，他还给我打晕了，这叫文明吗？啊！别把自己受那么委屈啊！我听说你也曾经参加过德国共产党，对吧？我们也是共产党，说起来。咱们算是一家人，你说你有什么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走的？你们如果当时好好听我的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跟你们走。海默斯先生，请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不愿意跟我？我根本就不用告诉你，我给你看。